我们现在要来测试有装神水水龙头的水龙头和没有装神水水龙头的水量是多少的，哪个比较浪费水。我们现在设定好了秒数，是时间30秒。预备，开始。第一桶，第二桶，第三桶，第四桶，第五桶，第六，时间已过，剩下7秒、6秒、5秒、4秒，共是3秒。我们现在要来测试没有有装神水水龙头的水量是多少。预备，开始。设定时间30秒。水量很慢慢的集中，快要一桶了。第一桶出来了，剩下8秒、7秒、6秒。快要了，时间到了，现在的水量才一桶又1/3而已，是不是很神水呢？